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阿元。哎，不要讲了啦，是不是？出来混的，迟早是要还的。你们还记不记得？上一个影片，小明把阿旺锁在天台12个小时。喂，小心哦！喂！是你差点烂到我都觉得失败。那件事情。明明就不是我的 idea， 小明的 idea 来的，天哪！你们躲在车里吗？我们是被他锁在我们的后车厢。现在的时间是晚上7点，然后我不懂他们要锁我几久啊？阿旺讲是2个小时啊，因为他讲太久的话，真的会死在这一边。我来，喂，我们锁那个东西不管我的事嘞。那是小明来，喂，阿旺，叫阿旺来。我说 camera 没拍了，阿旺在忙啊。你叫阿旺来。喂，我那天有要救你出来的喽，现在有没有人通融一下？我那天你被锁在天台的时候，我有要救你出来，所以你现在可不可以通融一下？我听到你讲话，虽然有。小明呢？他不是没有中招哦。小明已经被锁在另外两车了，因为他们是阿旺事先骗小明下来，然后讲要给他惊喜，然后突然间我不懂他们是什么情况，应该是硬把小明挤进车里面，然后直接给他关起来。但是然后到我第二个下来的时候，我不清楚什么状况，然后我下来的时候，他们就直接跟我讲 ，OK， 我现在给你选，小明已经在这一辆车里面了，所以我是一定要进来了的哦。就讲到，他就讲，这样我现在给你选，你要自己进去，还是你要我们四个人硬这样赶你进去，你自己选。我都知道死要进来了，这样我不会自己进来啊，所以我宁愿我自己滚进来。他们在跟小明在讲话，小明在隔壁那辆车，然后这一辆是阿旺的车，小明被锁在Nixon的车后面。啊！不要叫我，我在里面很舒服。不要放我出去啊！你开门，我跟你死过啊！幸好我盖小了才下来哦。然后你看阿旺还蛮贴心的，你看他放了这个。放了汽水，然后放了纸袋。哎，你放了汽水跟纸袋，你还有放什么？还有一个圣诞帽，你可以拿去戴。圣诞帽噻，圣诞节已经过了，你给我圣诞帽做什么？还有枕头给你看，看到吗？被你们记好。喂，很贴心哎。喂，你那天，你那天在天台的时候。喂，你那天在天台的时候，我对你也不错的咯。你听他们讲什么？他们讲，我不懂这个影片出了，我们四个会不会给警察抓？有没有可能从这边出去？哎，这是什么？忘了，忘了。我呼吸很困难，我呼吸困难。狗是人类最好的朋友。哎，我呼吸很困难呢。哎，不然这样啦，旺啊，我跟你谈判啊。OK， 这样子。不是还可以谈判吗？没有，该那口骗你的。我再跟你谈判，你要锁我2个小时吗？不然这样啊，你锁我半小时，然后出道区，我帮你免费上4个影片的字幕。OK， 这样你要什么？你讲。我什么都不要，我要你乖乖在里面2个小时。喂，除了这个，你没有别的愿望没？可以这样啊，我给你一个地方。啊。平安。啊。只要你乖乖在里面2个小时，我就放你出来。喂，我过。
我们说你在天窗，你至少有风可以吹，有风景可以看，你懂吗？是很合理啦，但是除了车厢没有其他地方了没？OK， 现在我已经在里面半个小时了，我还要熬多三倍这样子的一个过程，三倍，因为两个小时嘛，所以我要在里面一个小时半。我相信有水喝应该会舒服很多，而且是冷的。小明打给我，喂，小伟，你在哪个位？我在你隔壁啦。我说好伟，这么叫笨，我叫你跑啊。你什么叫？喂，我被他们抓着，我想跑。我觉得其实不用太慌的，讲真的，因为反正不出来啊，我们就。点啦！我跟小明现在在开 party 啦，不要乱啦。喂，耶，他们骚扰你喂。哼，他都不懂我们在里面过几开心。到了我了。小明。哎，光明啊。光明。玩到开心一点。光明。光明。什么？你那边有水吗 ？FNN。有啦，小伟。来 ，Cheers。还有耳机贴没？Cheers，Cheers， 来。哎、你现在拿起你的 FNN 快点，我拿了哦，来 3 2 1 yeah save 哇，我第一次被困到真开心啊喂。哎，所以讲做人啊，不管你生存在什么逆境都好，你都要乐，你都要乐，苦中作乐，懂吗？我也是这样觉得，反正出不去啊，我先把玩一，我准备要关机啊，我要停车啊，我要好好的享受啊。OK OK。OK， 恢复。看啊，我没有看过哦，我们这种苦中作乐的态度。这东西就好像做人的人生道理这样，当你生存在什么逆境都好，你都要学会苦中作乐。但是我们这种是吃饱太得空，死屁孩你懂吗？死屁孩就形容我们这一种了。就是这样的，这样躺着，我喝一下汽水，感觉还蛮不错的。就是你不要急，你心境就自然凉，你就不会热。你看我到现在好像都没有流上什么汗，不要乱呢，要混我。又要问我 OK 吗？啊，好人你们做，坏人又你们做。阿旺啊，你 OK 吗？哎，你那边有水吗？我不给你水了啊。没有，我要给你养生。你要我养生？你说 OK， 你要跟我讲喽，可以给我笑一下。我刚刚就拍了一个 story。OK， 讲我被阿旺困在后车厢的 story， 然后哦，就有很多 reply 我的那个 story， 然后其中一个哦，就有一个网友他就 send 这个给我，这个汽车后备箱都可以从里面打开逃生，然后他就跟我讲看这个。OK， 我现在被关在这一边已经现在是7:48，我现在在里面已经快要一个小时了，然后。我知道可能有一些网友你们可能会觉得我们这个玩法很过分啊，还是什么啊，没有脑啊这样子啊。首先呢，我们是不至于玩到这样没有脑的啦。如果我在里面我真的是觉得很辛苦，真的是不行了的话哦，我只要打一个电话给阿旺就会立刻放我们出去。但是就是你们目前看到的这样，如果我在里面还 OK 的话，我就很愿意，我就心甘情愿的被他这样子恶整啊。因为我们就是对哦，我们就是这样子互相伤害的一个概念。可是我们伤害到来，我们还是有顾及自己的个人安全，所以你们是不用担心。但是你们看着这个影片的话，如果你们没有沟通好的话，你们绝对不要这样子做。水扣我。
小明又 call 我啊，小明咩事啊？啊，什么情况？你开心吗？举办一个人的派对没有酒啊？啊，我一个人就是没有酒的吗？怎么叫一个人的派对？没有哎，我刚刚我在跟观众他们讲起，我讲可能有些观众有些 hater 啊，他们会觉得我们这样子被困在里面，我们会玩得很过分啊，没有脑啊，幼稚啊之类这样的东西嘛。是啊。但是我就跟他们讲，首先我们是虽然是这样子玩，但是我们是有安全意识的。对，有脑的呗。对，我们是有脑的吗？有脑吗？哼，等一下有人打电话给我。哎，阿旺打给我，等一下啊。拜拜。阿旺。我请问是阿元先生吗？啊，我是阿元啊，周末啊，你要签名啊，还是你要合照？哦，没有没有，我是想要告诉你，就是没有啦，我要问一下你的现在的感受是什么？对我玩，然后你的感受是什么？我的感受是什么啊？我的感受其实还蛮开心的，就是逆来顺受那种感觉哦。哦，很享受其中啊。OK， 好，所以今天的会议就到这边啦。哎，没有没有没有，你不要陪我聊天呗。要八点了，要八点了。然后我在这边，感觉也没有什么不舒服的状况。所以，如果我们一有什么不舒服的状况，我们就会跟阿旺认真的讲：“哎，你放我们出去，我们真的是不能大喊了啊！”这样子他就会放我们出去。但是现在 OK 啊，所以我就继续在里面给他混喽，给他拍一点画面啊，他就比较爽一点了，你懂吗？现在 YouTuber。不好做吗？是不是？谁不要一直打乱啊？阿旺 ，Hello，Hello， 啊，我忘记问你里面的情况 OK 吗？我帮你们设计好了。OK 啊，我还蛮满意你的服务的。怎么我还蛮满意你的服务，我怕我相机底下没有电呢。现在已经7:55了，给你们看，哎，看到吗？7:55。Hello，Hello， 咩事啊，兄弟？啊？我问一下你哦，你在里面的环境是如何？空气被污染了，因为我刚才放个屁。然后你有用到那个纸袋吗？那纸袋是你的马桶来的。你不要白痴啊，在里面讲小便哦。水呢？水有喝完吗？水啊，还剩一点点哦。中午你要拿第二罐给我、啊。没有那个意思。这样你问来做什么？然后那个抽尾箱的 size 应该够你了哦，够我啊！只讲我不能在那边做搬兵哦，因为我想要在那边 walk up 的原本。喂，你要放我们出来好没有？现在是8:16，8:16。唉，所以。还有一个44分钟要在这边，我觉得没有问题啊，没有问题，到现在完全没有觉得难受的东西，因为这边其实还蛮有空气的啦，只是讲比较热一点哦，呼吸还是没有困难的。你们看，现在我跟小明还可以在后车厢看 live， 我们庆祝，我们就快可以出去哦。现在我们差不多可以出去了，讲真的。现在已经8:25了嘛。然后我们大概还有一个35就可以出去了啊。现在我听到他们好像要开我们出去了，是提早解放的意思吗？现在才8:30罢了，所以是提早解放啊，应该是他们肚子饿了，要等我们一起吃晚餐，所以要提早解放我们。现在我电话没有电了，我只能够用那个荧幕的灯光哦来照我的脸，我开不到 flashlight， 因为。小明好像被解放了，接下来就到我了咯。行，
8:32。喂，快点放好周记啊！哎，打我娘哎！没有啊，你还要关到九点。什么？为什么小明是主凶？你放他8:30，我只是帮凶罢了嘞，喂。没有，你要关到九点。喂，你给我一个合理的解释，为什么帮凶要比？他不要放我出去啊！他放我出去啊！我要装一个逼先。哇！开什么？我也不要出来啊！哎呀！不要出来！喂、哎！手里，我要出来！会怕哦！哈哈哈哈哈！还不出来等我？冷气啊喂！哇，流多多汗了。你们懂，大自然就是最棒的冷气。我们在里面过到好像派对这样，我就很开心。是哦，我刚才跟他还在里面开 party。我刚才看到你们还在里面，我刚才看到你们在里面 live 极开心哦。是啊，我们享受整个过程的。你这样早放我们出来做梦，既然你放了我们就出来了。哇！既然你放了我们就出来了。哎，我的鞋嘞？哎，我鞋子还放妹妹了。美美啦喂，我们整个好像进去里面度假这样，你懂吗？你是不是有份参与啊？我没有啊。我听到你的声音。还有你，我哪里得罪你啊？你那天还跟我一起耍旺在天台，你是在帮阿旺来救我啊？还有谁？这条水啊？哪师傅？哎，有你的事情啊！我没有，敲我的后面，我那敲我的。你看我买食物给你吃，我买给你们，食物给你们吃啊！哇！这边听我讲，这边是我刚才 order 的食物，然后就慰劳、哦。没有没有，我有没有啊、哦？我刚才有在跟他们讲，你为什么提早半小时放我们出来，是因为你们肚子饿了，你们要等我们一起吃晚餐，没有我们你们也不能吃。哇，所以应该是这样的、啊，要不然他们没有这样好的，我跟你讲。没有啦。我们今天连结尾的时候省起来， yeah. 我们由阿旺来讲。我现在整个是非常舒服的状态。OK， 所以、yeah. 今天这个二诊。对不对，今天这个报仇计划就到这里了啦，所以我们下个影片再见。如果喜欢这个影片的话，就按 like 啦，然后要记得 subscribe 我们。这种这样官方的省钱好不好？可以直接吗 ？OK， 所以再见啦。OK，follow 他们 ，subscribe 我们的 channel， 我给每个机会讲你们的 channel 什么名来。Benny Dixon 这边 Dixon，OK，、okay, 就是、来，这个小明，这个韩帆啊，这个，再见，再见，拜拜。